来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咱阁继续来上课吼。啊，各位头看到迄个影片吼，感觉啥款？真震撼吼，真恐怖吼，想袂到吼。你看迄国民党的手腕有够残无？吼，咱解无完无休哦，啊，穿片个甲你带落去。用心肝拢袂听，伊无感觉咱台湾人的心肝咧听。对不？啊，这款人会帮伊走的，对不？但是无要紧，咱要出头天，我头来讲，咱台湾要出头天啊。咱了解这个事实，咱了解这个问题，咱去控告美国。咱秘书长去控告美国，因为恁秘书长是读战争法的。啊，当初阿辉啊，你敢问？我、啊、李先生，啊，你读什么科？伊讲我读战争科，战争法的。啊！伊讲，恁来不要按咱台湾这块土地纳入战争法，和台湾这块土地可还正常哦。啊，所以咱秘书长就开始去了解、去研究，才发觉讲，咱台湾这块土地，甲出尊竟然是日本天皇的美国占领中。啊，假如这美国占领中，你美国爱派兵来保护咱呢，对不？你爱提武器来咱台湾呢？为什么咱台湾去给你买武器？这拢唔对的，对不？咱不应该做兵，这是美国人爱做兵的，爱派兵来咱保护。咱台湾人本都免做兵呢，对不？你美国占领，你还是美国派兵来保护咱才对。那兵拢咱的兵来保护。啊，咱第二看哦，跟那做兵死的，拢咱台湾人，有啊无？啊，咱当兵要休息的对呀，金门妈祖。我也无，哦，啊！因咧中国拢死袂着，啊！恁感觉几只奇怪无？中国大陆的枪支用目生目睭会弯呢？恁捌看过中国大陆的枪支拍来咱台湾无？唔捌，捌拍去平湖无？唔捌，为什么？因为平湖台湾这块土地是美国占领中的。所以伊唔敢拍，所以佮拍了拍金门妈祖，因为金门妈祖亲自拍了炸弹，炸的是国英内战，国共内战，所以伊会使拍。啊，这个就该叫做这老干心，你听无？伊知影这问题，但是袂讲，伊大概大人讲，恁大人吼，阿要个乌白来啊，阿强啊亲自袂甲恁拍。台湾人吼，听到阿强要拍，才皮皮耍。啊、有好评无？吃好评呢，对不？啊，你甲想，阿强有可能甲你拍无？无可能啊！第一点，这块土地向你占领的，那美国啊，欸，你拍的是对美国宣战哦，欸，伊头壳歹去的，对不？啊，这土地向的，日本天皇的呢？欸，伊是啊，了就是咱两公呢。伊哪有可能甲你拍台湾？伊是要拍国民党，你知无？伊毛泽东真较早要拍台死人家毛国民党个毛，哎，才蒋介石啦，是咧台袂着尔啦。啊，伊就知影恁只大人惊死啦，又用这招啊！恁大人个个唱手吼，阿强啊，你要甲恁拍，阿大人就惊，唔敢讲话啊。所以咱大人用好评歹价。叫伊来吃，唔上课，无人要相信。看你的气势未？我伫家己海底也嘛同款。哎，我感觉我这因果啦，无多。好、哦，恁有来，恁顶世人烧好样。阿边恁就知影。我唔知恁这边上这边所去办恁秘书长唔嘛甲恁讲无？阿边恁这心情有办无？有吼，恁好去。阿无办的进去办。好、哦、啊，我唔爱甲恁讲。阿边，互恁意外的惊喜。哦，哎，啊，咱正在讲这个，咱发觉这个问题，秘书长开始去告美国，告谁？美国总统奥巴马。奥巴马就任总统第一届做总统的时候，头第二天就收到什么？法院的传票啊，台湾民政府给告的，来了。哦，咱个告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局。咱过赢，
好，啊，这個、高雷一定爱经过顶法院、高等法院、甲最高法院嘛，对不？哦，啊，咱出来来考，考大家看一下吼。咱国美国的这十大罪状，吼、哦，第一违反政权法，啊，咱本土党集体规划中华民国的国民。咱各位也知无？我请教各位一个问题：告甲告死的是什么物件？告嘛，对不？假甲假死的是咪假？对啊，中国人甲中国人死的是咪中国人？啊，咱是咪日本，基本日本人？咱老爸阿公是咪日本人？啊，咱甚至变中国人？啊，你拢无去感觉这個问题吼、哦？我真卡早，我来今来吃的时阵，我一个朋友甲我讲的。啊，我去因家，去因家的时阵，伊要出去，我讲你要倒去啊？伊讲要上课，我读个派去，食个四五十个，我去上课。哦，我好啦好啦，约定下就甲我讲，我好啦。啊，隔无几工上课，甲恁家出去班上完，吼、哦，电话教来叫我去，就甲我吵断我哩。一见面，我讲你知影知影你是日本人，我讲你读个派去，上无三工课，你讲我日本人，哦，我就该钱啊。啊，伊历史教下我无我会较深啦，啊，讲袂赢我。讲到尾啊吼，强要避免，伊讲啊，你到底要去啊？唔去？我想讲啊，你这人也袂共骗，啊，大家好朋友为了这强要避免，我讲好，我一定去，我交阮太太讲好，我一定来去。唔是伊讲嘅，我那时阵吼，我甲你俩转来，啊，所以我就是来报名。结果报了后呢，高级班、初级班上了，我随意报高级班。阮两年要三年啊，阮两年半啊。啊，我来遮嘅经验是安尼。哦，啊，咱正常来讲，这违反就讲，咱这违反的中国国民无哦，第二就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将台湾强领土强行纳入中华民国的体制，这个到底是日本天皇、美国占领，应该讲的，哦，蒋氏集团霸占日本的台湾的财产，恁刚才我头所讲的三千五减租，甲咱抢去土地，两一块甲咱换四万，甲咱抢去。对不？哦，如果说咱本土人的台湾，所以因中国人有现在叫好呀，咱过去十行，这是人权啊！哦，来两千零六年十月二四，咱秘书长传两百二十八个教授博士去美国地方法院。第一番以后地方法院申告有无吼、哦、人权诉求，因为美国你的本土的国家跟政府的总统是免诉，所以咱个人权经过十二遍，嗯，吼、哦，两千零八年三月十八破决，本土台湾全国基本上已经六十年无国籍，无国籍承认的政府。百姓生活在政治联合，承认台湾阁是美国占领中有效无？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合作咱台湾本土的人权诉求，应该上诉的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咱已经六十年无国籍，咱哦，中华民国一夜之间按咱的国籍中间改变，这真要紧，真的，咱今日用这条来告伊啊，要告赔偿嘛用这条，吼、哦。两千零九年四月初七，哦，咱国经过高等法院三月十三日，四月初七判决。那四年本来就是年了，变成四年，本土台湾无国籍，维持原判，好不好？哦，台湾国是美国权属在那中，美国行政单位爱协助咱全国，这法院判决下来。表示咱赢嘛，对不？但是咱个上诉要有定谳嘛，所以咱个上诉最高法院。吼、哦，两千零九年八月初，美国国务院是马上宣布，因为咱国家过，伊查文书的无效，各个上诉嘛无效，伊马上宣布放弃，搁甲你变啊！您讲的拢属实，杂项拢都
无一项唔对，拢讲属实，所以放弃，承认所提告的十大罪状，有无？恁讲的，恁甲我讲拢正确的，啊，这是咪呀？呀嘛，对无？2009年十月十五，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，中华民国拢无甲恁讲，甲讲搁置本案，恁打民进党告诉啊，美国最高法院甲你讲搁置本案，甲你囥在边啊啦。以后不要我跟你讲，待审，我跟你讲，并要求政府依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规定行事。阿里呀，为什么要搁置本案？对不？好，接下来我来讲你听，咱个回我都要等你。好来，2008年3月18日，本土台湾国基本就是无。国籍无国籍，承认的政府，咱无政府。好、哦，来各位，我请教你，什么叫做无国籍？对，但是认真讲个，未重要。最大的想，这个无国籍就是咱本来有国籍的，并无国籍。啊，这个无国籍就是讲，譬如讲，咱阵的时岁去娶外国某。伊也知影这代志啊，甲恁告落去吼，恁到底财产拢伊个，恁拢唔知影严严重吼。伊也甲恁告落去吼，恁到底财产拢伊个，安怎讲？恁无国籍，你们没有国籍，要哪有土地，要哪有财产？恁无国籍，承认的是政府呢？恁无政府呢？恁无包靠山呢？你告嘛告不赢人？所以应该甲你告落去吼，恁娶一个越南某啊，吼，还是话伊啊个仔啊，甲你告落去吼，恁财产都不见了，你看悲哀无？咱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，人民生活的政治联合，什么叫联合？我咧，我伫做进办公室，我拄着一个新的同事吼，来问，我拢甲问这个问题，大家真侪拢甲我回答。我俩个姑娘，连干嘛？干嘛是啊？你唔是啊？什么叫连干？连干唔是连干的时候，恁去投票，你不要说，咱袂使投票诶，因为中华民国选举总统选举什么是中华民国？恁台湾人呢？恁台湾人呢？你敢投啥票？人中国咧选举，甲你啥关系？对不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恁摕的身份证是啥物身份证？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投票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是台湾人啊？恁台湾讲口水嘛，口水嘛，讲台湾人。啊，人去写个清楚说呢，中华民国选举呢？啊！恁摕着中华民国身份证去来投票啊！啊，就现在投票，这是美国甲国民党讲的。因讲恁拢讲民主，对不？啊，你拢国民党一党一独独党独大啊！啊，哪有民主？你对社会国际会交代啊？所以美国甲讲你爱投票，爱、啊、为了要好这个交代，所以因下来爱宣布，这宣布是安尼来的。所以开始买票，赶紧买票。啊，买票恁只共替无共投歹势，这是台湾人。啊，啥落啊？五金博啊，三金嘛，咧就敢讲啊，去投啥人歹势？咱谈论个人情，对不？我啊钱共替啊人情的人情，啊落去投票。啊，美国有规定呢？咱无人知呢，美国甲蒋介石也讲哦，你若无超过50%，你也登去恁大陆。安怎讲？因为即本土台湾无人甲你拥护，所以无人甲你投票，所以你也登去中国大陆。所以蒋介石毋着惊，为着伊个生存，下令买票。啊，各位知影讲，恁去投张票，爱有钱互人无？
哦，有的我唔知啦。你知影偌济无？领导一张票，候选人一张票，你来付30块。所以马英九、蔡英文领几啊千万，有啊无？就是恁付伊的，你知无？哦，因为党的一张票领50块，领4年，拄拄啊230块，这钱拢恁付的。啊，你钱啊，因为按你的税金扣。啊，台湾人讲我做我啊，中华民国就想尽办法税金给你扣。全世界无人讲，该选总、该选股，搁摕钱给恁呢，搁甲台湾尔。哦，这里是政治炼狱，您不应该投票，您去投票，你好。所以咱去过节，承认台湾阁是美国军事占领中，所以我讲咱台湾这个土地阁是军事占领中，阿强阿无可能甲咱拍，你拢免惊。哦，讲哦阿强阿要拍，一军都无可能拍啦。啊，总共一拍啦，国际法哪都有规定嘞。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哟，达拉喇嘛是流亡政府啊，啊，达拉喇嘛是流亡在叫啊印度嘛，伊干咪叫印度来做兵，但印度扣税金。人讲这个歹听，人是当政，你好你些所在好你断嘞，对不？中华民国嘛是同款啊，咱这台湾不是伊个啊，是美国下令来暂时来管理，替美国管理尔呢。对，伊并且叫人去做兵，咱不应该做兵的。所以咱要咱通过美国嘛，要看这条哪底样嘛，其中，因为咱不应该做兵啊。你美国代乎他的使者，因为你本来爱来。占领台湾不是中华民国，所以咱阿兵唔爱甲过，阿兵你若做兵，拢可能会被伤。哦，咱是不应该做兵的。哦，哦，2009年四月初维持研判嘛是同款，对不？政治炼狱，这真要紧。咱今日过的过这个没有国籍。咱今年个二月28号，咱秘书长过去过美国总统，阿个美国国务院，阿个国土安全局，阁兼中华民国。所以最近恁敢有看有发觉讲马英九、金溥聪、江宜桦拢走去美国，对无？为虾米？去应讯。所以你也看伊个时间表，比马英九个7月17号没有时程表。16、15、14、13都有，28号回来，因为17号伊在美国换伊的音讯，因为咱个国，这温也来啦，哦，因为伊回答啥一款的我无真了解，但是昨昨日伊有去回答，但是我说实在是应该赢啦，100%啦，嗯，好来。哦，最高法院咧宣布伊放弃抗辩权。2009年，法院敢搁置本案，按那叫搁置本案，啊对，然后就改搁置本案。那中华民国嘛，甲恁骗啊，讲大明政府过输，对不？啊，为虾米搁置本案？因为恁过赢嘛，啊，美国法院甲恁讲，啊，恁过赢，我是卖尽管交予恁。对唔对？哦，这合理的嘛，人美国嘛无甲你拗办啊，啊，你个人就爱害你，啊，恁人呢？啊，恁人呢？恁人拢对？嗯，我台湾2300万，我现在无人，对不？咱嘛有啊，我来无人，我台湾人一撮人，2300几万人，加你扣起来嘛，搁1000多万以上，对唔对？伊讲吼，歹势，你可以等伊看。
恁大人都你也摕证据我看，恁家己等于查看卖，咱嘛较想无。啊，我有人来无人，以后你阁看清楚，恁的姓名写啥？嘿，中华民国。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？中华民国嘛。啊，中华民国简称什么？啊，中国嘛。啊，拢嘛因中国啊。啊，你的身份证是中国人呢？所以人家中国人讲一句嘛，解放军跟中国军，解放军跟国军都是中国军嘛，对不？对啊，拢因中国军啊，人拢因中国人啊。啊，恁拢恁台湾人，啊，台湾讲台湾人，啊，你搞个？啊，我要提什么人？恁拢中国人呢？哎，恁的身份证拢中国人呢？啊，你搞我个个给恁，啊，不是搞中国？是不是安尼？对不？阿伯阿姨啊，啊，这咱拢想未到的呢，这是美国教咱的呢，看我悲哀啊！我咧台湾人，我两千几百人，啥无人？用恁那种是中国人呢？啊，恁台湾政府咧对你提我看，咱搞不清楚，美国尴尬。恁回去去找日本时代，恁的是大人，恁的阿公日本籍。迄个代表你是正统的台湾人，因为中国人当初来咱台湾，伊无日本籍吧？对唔对？好单纯无？真单纯呢。但是咱台湾人搞不清楚，今日无甲美国人讲，咱嘛唔知讲台湾人是安尼分的呢？对唔对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咱准来叫恁代办身份证，就是这個原因。为什么要摕日本籍的？这是美国要求的。伊唔只好都甲政权搞恁，啊无恁大人拢摕中国籍，我搞好你，嘛是中华民国体制下。啊，我好中国伊中国去那边，伊那边，对唔对？伊是要恁台湾人，唔是要中国人，是咱家己中台湾人搞不清楚。哦，所以伊阵啊，讲搁置本案待审，就是讲恁若有满四千名的政务官员，美国要求的，伊就按台湾的政权交予咱。啊，其实咱台湾就认真讲个，早就四千名啊。但是咱台湾人吼真袂团结，你食国民党米的款来啥呢？啊，你啊国民党钱，拢个做了白啊，做了糟糕。咱走就稳啦，你知无？但是咱要稳，要向美国要求的时阵吼，因国民党就派偌济人嚟灭咱哪地。等咱要志愿的时阵，伊就马上撤退。因的人就随走，伊对甲美国讲，因人无够，啊，这一点无去，人无去啊。咱照顾咱真正的激情啊，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垃圾鬼，伊什么大代志都敢做啦，啊，所以甲出阵，咱也无对激情。啊，咱台湾也无啥会团结，所以希望咱遮大地吼，大家吼爱团结起来。啊，厝边头尾吼，看咱较厚的，紧甲报，吼好康的到手报，吼，啊哩咱台湾要执政较紧，但是即阵差无偌济，应该要执政啊啦。所以我如果无猜错的话，今年你都应该是执政。好，哎，咱即阵过赢。对不？那么要执政啊！啊，你也想讲，中国人要走到哪去？对不对？因为那么执政，中国人一定要撤退的嘛，对不？因台湾马王灾嘛，要撤退的平潭嘛、金门、马祖嘛，对不对？后边，前面后边还有什么？中国大陆嘛，中国大陆迄块土咱台湾才大地哦，迄块大地话大地，这大地，是不是？啊，奇怪呢，为什么要放个平潭？啊，你讲国共和解嘛，对不？啊，国共和解你是要用登记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为啥内地不用入去？人有故乡啊，啊，你为啥不用入去？啊，你为啥要放个平潭？为什么？这啊，按他们撤退去平潭，那中国大陆吼，中国人上少嘛几啊百万人呢。
啊，迄几啊百万人啊，带囡内地啊，甲搞革命吼，啊，习近平读个无少。因为中国人无一个好东西呢，对不？内乱，因为中国国民党没有一个好东西啦，所以引起啊，因买票来搞内乱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习近平假跳，甲单咧平坦，啊，为啥个单咧平坦？集中管理丢，好管理，对不？大陆头前袂当给去，因为大陆无好给嘛。后壁台湾咱无可能互你卖，我读个派给我你卖，我咧挂袂赴啊，我你卖，是不是啊？你，啊不是老死在平潭，遐无可能去上啊啦，也无得人背啊啦，对不？啊好，来你卡大人的地，你咧平潭嘛，这块地是阿强阿爷呢，对不对？阿强阿真早就要甲你修理，你修理你袂到啊！你准主导罗网啊，对不对？看在时机未到，是时机到了嘛？是不要给你修理啊？好来，你钱爱补无？你不钱砸你爱补无？你钱是不啷个砸上去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是卖补？对啊，爱补啊！啊，中国国民党的钱是唔种清白的，无我一个清白的，大量外国的，啊，无就给你抢的。因为东山现在拢会杀回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报会出来未？你无来源啊，没收，是不是安尼？对不？你安怎敢退？你安怎出去？这是报应。咱把这台风看会到，对不？啊，去阿边安怎？无半行。中国大陆什么都敢做呢？伊要利用你，党就敢答应你呢。等下利用到阵，党拢该收收等于，对唔对？所以阵，互你平坦，平坦建设啊，这熟悉啊。你最后申请中中华卡，恁千万唔当去申请啊。伊就啊，都有一间厝互恁，拢免税。等下吼，咱只拢个挂出去啊，拢 OK 清楚啊。就开始盖剩小啊，所以咱看会到啊。嗯，哦，啊，这平潭岛起来这水，谁的钱？恁的钱，拢恁的钱去啊？谁家去的？谁家创的？你知无？不是，不是，宋楚瑜。就知道有的细节要来用宋楚瑜去他建设的，伊来做市长，哎，恁的钱啊，宋楚瑜去他处，伊来做市长，啊，看有可恶无？人拢早就知啊，是咱台湾永远都唔知尔，因中国人咧，咱台湾的中国人拢知要转去啊。无，这个平潭岛是建设的，宋楚瑜去建设的。啊，伊来做市长，美国伊用个资源用个走的啊，因为大陆最后需要利用伊啊，所以要都拢会使啊。因为等于台湾嘛无要紧啊，但是一旦拢从外省的阵，伊就无法度啊。因为咱台湾甲出去，咱无必要回来啊，对不？啊，大陆嘛无你去，干么你去走路，免去坑个平潭啦，回内地你去就好啊，那就甲坑个平潭。对不对？所以免怀疑，真的怀疑哦。那就是真侪人嘛，小贪咱台湾人，嘛去办一个中华卡。我跟你讲，你若办落去哦，台湾你袂当大，伊也去大陆。啊，所以阵中国的用专手段来骗咱台湾，骗咱台商，你千万唔当去办。哦，这阿伯应用你的心大滴个。那个台胞证，阵用中华卡啦，对啊。哎，中华卡买就是因的身份证啊、喔，对啊，迄是因无你甲办落就是因的百姓啊，你也了解哦、喔。无用台胞证啦，就是用中华卡，伊就用中华卡来甲因骗啊。福利偌济个哦，啊，台湾人真侪这样哦、喔，你办哦、喔，咱台湾哦、喔、去办这哦、喔，金门妈祖，嗯。啊，搬到伊个啥算呀？
嘿，哦。那个那边台湾鲁明政府。啊？台湾鲁明政府。知啊，都唔知。咁啊知。啊，就是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会去放个平潭岛？为什么要撤退？这是美国设的疆呢？那个法令捌听过无？对无？就是因为咱各位各国赢，美国知啊，这早晚的法案呢，所以首先就开始布置啊，叫中华民国去甲中国大陆签一个法。那个话签好了，第二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就来台湾啦，宣示主权啊，恁忘西啊，你左营左营。啊，这就代表啥？恁国共和解好吗？对唔对？所以美国伊个习近平讲，啊，你爱互转去啊？安怎讲？因为恁兄弟要和解啊，安怎和解？啊，你就通签一个划落去啊？啊，谁要互转去嘛？啊，因为较早蒋介石一辈嘛是啊，你咱美国要甲赶，啊，伊蒋介石就甲美国讲，啊，我反共啊，啊，恁叫我反共，我嘛反共对无？啊，阵叫我转去，我是个台死的嘛，因为美国讲人权嘛。所以那时候美国跟蒋介石继续在咱台湾就是这个原因。啊，美国嘛知，美国用机枪教啊嘛，所以首先拢不怕一件，因那个国民中华民国我唔知啊。伊知影了，随去跟阿公阿巧好啊，啊叫中华民国去签那个法，就主导罗网，签我欢喜噶嘛，对不？哎，啊有水亏无？因签欢喜，啊美国嘛欢喜。嘿，伊免管你家共签好啊，哎，恁就爱登记啊，对啊，阿强也是不多，嘿，啊，所以好登记，好登记啊，你共签落去，好登记啊，嘿，这个是，欢迎你讲，所以后边因，但是台湾的中国人拢是平潭、金门、马祖，所以恁个来注意看，金门、马祖最近介绍的真好哦，对不？较早敢有？卡萨博，阿俊开始咧去建设啦，中铁咱的钱，哎，你无看讲中国大陆来咱台湾投资一点点啊钱，去银行贷款一边间公司十几亿，有啊无？免担保品都没有，啊头一个月利息甲你交纳的，第二个月就无纳嘛哦，呆账。啊，是什么人？爱无钱，林家。安怎讲？爱贷款贷贷，提起贷了啊！爱无爱转，爱无爱来啊！爱，你要是上帝？啊，这小圣像，圣灵头壳叫不安啊？呆账吗？对唔对？哎，啊，所以进中国大陆偷，甲中国人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嘅偷货，来刮咱台湾人嘅钱。去大陆，伊无咧管恁台湾的死活啦，你要享受老实啦，伊根本无瘾互恁享受啦。因咧生活有够歹啦，你看就好啊。头恁台湾做总统，你就你就你万年来甲你侮辱台阶较高，你才台湾做总统，好听就是安尼，有啊无？对不？林义士外国国民党诶，有代志无？无代志，对啊唔对？是为啥阿扁安尼？一台恁在台湾，互恁看啦！恁个家家做总统，唔惊死做你来，就是安尼啦。这是中国人的作风。啊，咱台湾人吼，袂急进，不要讲，袂团结，惊死。我嘛台湾，我身为台湾，我才悲哀。但是咱台湾就好处，咱心肝真善良，啊，真高爱，真高追啊，嘿。哦，所以阿扁伊拢会登去平潭。所以咱目睭看会到，以后因的报应很快，免两年的时间才清楚。你看，你也看，香港较早是一国两制，有啊无？嘿，啊阵有啊无？无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伊知影讲台湾摕袂转去啊，所以把一国两制废掉。迄阵啊是要做恁台湾人看，我甲你讲哦，较早从起码。七八年前是啦，我就咧讲，这个做台湾看，台湾无要相信。这阵你要看，有影无影？一国两制咧做咱台湾看，
你看，为国了志做了这好，你看，你买欧啊，啊，当时嗯，啊，不要紧啊，还当了这好便宜啊。这大因大陆一贯作风嘛，哦，哎，哎，阿来无要，好，无紧，哎，无紧，咱就看这个道理哦。各位，恁敢知咱中因中华民国一寡条咱废除啊无？恁知无？你甲注意看吼、哦。财政部、国防部、总政战局、作战局组织条例会除，国防部参谋本部会时，国防部军备局会除，哦，行政卫生署拢会除会除啊，哦，你来看无？中华民国行政院公布出来，警政署拢无啊，公路警察局会时拢会除掉啊，有无？劳工保险局嘛无啊，你嘛过咧拿钱，已经无去啊！咱台湾国共安尼拿，哦，你若讲健保卡，即爱拿，因为即看病咱无见得，爱咱咧看病。但是劳工保险局早就无去啊，咱过咧拿嘛，因咧继续过个人骗咧。啊，进入个就再袂去个摕无有。有通退无？有，伊会讲无钱，你会使退，但是无钱，啊要退一个一个来害你，看看无？食咱豆咱食够够，食咱的肉，吸咱的骨，佮输咱的血。哦，你若看啦，遮侪项，咱豆人无人知，但是人中国人拢知。因为咱台湾永远不会去关心咱的真正的国事，台湾人至少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就是咱台湾人，咱中国人不是呢。哦，所以讲你看，这种恁的电、恁台湾的网络拢查得到，这种网络的，哦，足侪条，我这几条，拢已经汇出一千多条哦。哎、啊，为啥会付出？会汇出这个？因为要等于平坦啊，伊只走袂转去，走去无效啊，袂用的啊，所以拢会输掉。啊？咱台湾阵本身拢无钱啊啦，你也看这张吼，有无？会使国防部参谋本部组织条例，国防部总政战局，哦，军备局，国防主计，哦，只有看到这里无？总统令，这总统下令的哦，马英九哦，你我看好清楚哦。中华民国103年一月二九，华总议事第103000011901，国防部总政战局，总统马英九。哦，江宜桦，国防部长严明，有啊无？这拢袂作假的呢。但是大人袂去看这個，因为伊若就阮呢，伊就紧跳来，我恁看，这拢反救出来。哦，好，啊、来看一下，这蒋介石亲笔写的，我头先讲的。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，亡国，亡国，有无？这蒋介石亲笔写的，哦，已经灭亡了。哦，啊，我顺便放一下片，互恁大家看看，这个字是大雄，啊，你这搞不好，你这家己写呢，家己要去写就叫人写的，对不？来，咱这出放一张片，予大家稍微看一下。哎，阿金马尼，予恁大家看一下吼，迄、哦那个片。不是，哎、对。我头所讲的，这种熟悉的，啊，这种影片予咱大家看，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，请注意哦，
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，他里面谈到，他说中华民国亡国，中华民国亡国，中华民国亡国，中华民国已经灭亡。告诉我们，1950年3月13号，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，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灭亡。这是谣，告没有？这是中国人告。可是这个真相，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。他说中华民国还存在，这么一个幻觉，我告诉大家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你讲蒋介石的1950年3月13号、哦嗯、那时候他下野要宣布复行逝世、哦、他在一篇复职的使命与目的演讲里面讲到，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，也就1949年、哦、去年中就随着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、嗯、我们今天都成了亡国之民。蒋介石就讲了，他讲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，所以我请拿军的朋友听清楚、哦、是这是你的行讲的、嗯、讲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，在1950年就讲，57年前蒋介石就已经讲。台湾的定位跟主权争议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样诠释，中华民国究竟是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冲击？它是一个流亡政府在台湾进行统治，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统治，我们看到了兵有成功嘛，对吧？现在是兵工啊，那你两个看我都是，你看，所以你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历史上来讲，它的确就是流亡政府，它就是从大陆被毛泽东打到撤退。我跟你讲，我学历史的，我知道了，它就是被。就是讲难听一点，就是大陆输掉了嘛，输掉了就嘻嘻嘻，我来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啊啊，已经买新人三，对不对？利用中华民国政府，对，流亡政府啊，一是军事政府，啊，一是军事政府，哦，中华民国有两个些啦，对啦，一个是流亡政府，一个是军事政府，我不是讲那样，人是代理美国，占领台湾的军事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各位有看到吼、哦，这影片拢属实的，这种电视台有播哦，电视台播出来的，是咱台湾真正去看。啊，这李敖讲的，哦，不是咱台湾讲，台湾讲，你台湾讲嘛讲台湾话，台湾替台湾讲，这是李敖讲的哦，这电视台讲的哦，这拢袂使出假的啊，对不？代表中华民国所有人拢知影，唯独咱台湾唔知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咱台湾敢知？嘛唔知道，对唔对？啊，流亡政府是袂使就地合法的呢。哦，所以恁家要记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哦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今天来个记的。你个政府个讲，因个政治家讲袂赢你啦。哦，啊，咱今日时间也差不多吼，咱个家家结束吼、哦，多谢各位，好、哦，谢谢。